Oh.
知道为什么会看到他的回忆，女孩子什么的。为什么我感觉像今天才第一次记起有这些事，太奇怪了。我从来没病过，怎么啊，胸口开始一阵，这该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诅咒吧？想起来了，秋天的时候是肺痨啊，那种病怎么可能康复？为什么我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里？
不，不可能吧！我到底是什么？原来我早就死了。成功的交易，对吧？我只是实现别人的愿望而已，结果……啊？那你回来做什么？不想看见我的作品朽烂在这里。多冷淡的回答。不过托你的福，我才能得到那么多有趣的收藏。不用客气。那我就期待下一次的再会了。晚安，小姑娘。晚安了。